打什么嘞？不知道。啊，那我解释了。该说幸好我拿的是狼人吗？可以选吗？挖矿有点恐惧的吗？那就挖矿吧。卡外观是什么？
起，你要问好好行，我等一下问问看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要打魔法吗？我觉得这个 bug 也要修一下，站在那粒球下面拿不到这一件事情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打 speed run 的话，那也球就要放弃掉了。现在真是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欸。找小丑的话，我们可以打这一个，万事俱备。打小丑吗？我现在又开始犹豫不决。打法系小丑没那么容易打。
处于冷气状态的时候增加15%。我觉得我先拿这一个好了。成千古恨吗？小丑竟是我自己，真的耶，合理耶。法系小丑，我突然间有点想拿那一个月船了。想着怎么不把骨头分解，因为还会自动分解啊。亚巴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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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下面来着，扔了打我。
安哦。嫩豆腐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为什么全部都奇怪的道具啊？烟瓦，这是什么 ？No。No。No。想真假的，哎呀，随便、啊。为什么那么多？怎么还没死？附近翻宝箱怎么可能是成功？你是在哈喽？
不要。我闪了，对不起。不要，又是随机两个硬度，为什么全部都有那个东西啊？第三十 boss 还算前期是不是？很快就要后期了，很快就要后期了。表示我有点懒惰，刷他的照。我只懒惰刷了，拜托，我打他都可以无伤了。哦不！
在哪里？我是谁？这是什么？集中精神哦！把你们两个姐姐，那就值得了。同学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没有不好用的、啊，不要解锁啊，不然浪费空间哦。好黑哦，好黑，好黑。噔噔噔噔噔！哦！
什么鬼？等一下，我在打好不好？我在哪里？我睡。我在今天打什么都不对耶。对啊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
no！ 哎，他给我改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出来，我现在头有点痛。OK， 哥，走吧。忍者欸，这个就不错。我哪啊？好像可以。哇、wow！ ！啊！你要我怎么打嘞，兄弟？来一些很奇特的东西，让我觉得十分的尴尬。嗨，主教。嗨，神教。嗨，神教。Second generation。好了，其他讲话。对不起嘛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不要这样凶。
嘴巴巴巴啦巴。人呢？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就这个没办法升，是不是？哎，呀，我这个也没办法升，对不对 ？OK，Let's go。老爸，老爸你好，你第一阶我就不用那一个了。按键，想不到吧？按键，
很难，我很难做事情啊，兄弟。我最讨厌东西。我老爸好凶哦，我好难过哦。老爸好凶哦，老爸超凶，凶巴巴，好难过，哈哈哈哈哈哈。